像我就是蛮需要，尤其是要穿这种比如说有西装的线条感比较重的这种衣服，就我觉得就蛮需要，不然我真的看起来会很像那个风吹来就要飘走了。林宏复古台味，趁 Paul Smith 做自己就是时尚。从音乐风格到外形穿搭，散发浓浓复古台味的林英宏，就连探索时尚领域的模式也很不一般哦。我很喜欢看路上的不一样的这个，应该说角色，比如说有一些是我觉得像那种工人，我有时候也会去看他们的那个生活方式跟他们的衣服做结合的这种文化，我蛮喜欢这样子的观察。英国设计师 Paul Smith 就擅长以各领域专业职人作为他的设计灵感来源，这一点让林英宏很有共鸣。穿上 Paul Smith 秋冬新装，花衬衫配西装，就是速配他这种纸片人的最佳选择。就是把我的瘦再衬得不要那么单薄。现在这一套呢，是一只奔放的阿豹。对，然后这套就比较休闲的感觉。我平常其实有时候演出也会有这样子的穿搭，比较休闲，然后有点牛仔的感觉，看起来更有活力。刚刚那一套就是一个特别的穿法，衬衫加衬衫，我觉得蛮适合就是偏瘦的人，不然我真的看起来会很像那个风吹来就要飘走。而对林英宏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我个性。至于心目中的时尚 icon， 则是天才音乐家 Prince。其实我蛮喜欢 Prince 的穿搭的风格，但是我不敢挑战，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很强烈，然后有一种很中性。因为小时候会觉得哇，这个风格有一点，因为爸妈会说这个就是比较像不男不女，但我其实现在反而会很欣赏这样子的性感的表现。我觉得某一个感觉对我来说其实很有强烈的男性荷尔蒙的散发，像我最近就换了这种，因为我以前会觉得这个耳环那么长会不会被人家讲说哎你是怎么这样打扮，但我觉得其实自己戴上去也还蛮适合的。时尚东新闻报道。苹果的新闻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支持他跑得更好更快，属于你的媒体苹果新闻网。